然后再同时出左手和左脚，这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跳法。大家不如一起企起身练下，我哋依家咧会有啲小礼物送翻俾大家噶喎。咁头先跟我们一起练习一下。咁头先咧，其实咧佢就系话，咁个跳舞系点样跳咧？其实好难得嘅呢个机会，大家一齐学下啦。首先咧就系、是、右手同埋右脚一齐向前行，跟住咧就到左手同埋左脚向前行，系啦，其实就系咁简单嘅啫。右手右脚，跟住就左手左脚咁样。大家可以行前少少喺个台前面啦。大家今日冇使怕手喎、哦，好难得学噶呢一个舞步。因為咧，其實點解咁難得呢？呢、這、一個得到縣嘅亞安舞咧，唔係一年四季咧都可以有得睇噶。咁咧係要喺夏季嘅時候咧先至可以睇得到嘅喎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咧喺得到縣咧呢一個舞咧已經係好難得噶啦。咁更加嚟到香港咧，這個機會係更加仲難得咯，機會難逢。所以大家希望大家一齊學習一下，我都學習一下先。用腳尖，腳尖，一個一個，單 step 嘅。佢哋好輕嗰個步伐嘅，擺落去個地下嗰度。佢哋雖然咧用一個好重嘅提腳，但係咧個步伐咧就好輕咁樣擺落去。一個一個，佢哋用一個口號喎。咁台下冇上嚟學習嘅，不如一齊俾啲獎。跳出嚟嘅姿勢啊，嘅手勢啊，或者只腳咧，都表現得好優雅嘅，唔係好似我哋咁樣亂咁跳嘅。一個一個，我哋嗰啲觀眾，我哋啲現場觀眾都跳得好好喎，個個都跟得個舞步跟得好貼喎。一齊同佢哋跳舞啊！跳得